开讲。伤心的西西，你用口头 Q 印度一级棒国西三六老师。OK。感伤无时间，在你身得是的水姑娘尹小姐，因为伊的二公主就要结婚了。紧张的尹小姐，紧张到半暝三点，到隔壁的国泰病院挂西医看先生。等到天光要不出日头的时阵，想袂到尹小姐竟然讲会出个烂巴肚啦，呀回来，出个嘴角拢乌青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伊会笑到望天望地，搁望春天呢？原来是先生开药单的时阵，甲讲西药啊，一百三粒，想袂到伊听到一喷一百三粒。另外医生搁甲讲，这药效一整天。水果娘又搁听到要笑一整天，哈哈！经过上医治疗了，医无大碍。此事是说明伊那边头家小路提供予电台知影哟。新闻插播，本台特派记者小路独家采访高雄新闻消息。先得知消息，今年后生要娶新妇的大柯洛卡满千和告长安。甲伊个水母阿兰啊，为着结婚的代志，出来冤家，阿兰啊气到挡袂牢，一棍将大哥五个整出窗外，到新闻发布为止，也无下落。经过阿兰啊提供的线索指出，通常伊若是一棍正面整着，大概会飞五公里远，相信大哥五个飞袂远才对。阿兰啊，希望知影大哥五个下落的人人君子，会当较紧甲伊联络无？佮补充一点，阿兰啊讲大哥五个若是十七娘翘翘，就甲伊等伫粪扫桶内，毋免佮联络咯。以上是咱小路电台分部独家所提供。新闻又在插播，本台特派记者小路独家采访工商新闻消息。新竹市消息，捡阿兰啊一群进出窗外的五啊千号哩，二层下晡已经转来了。即卖人坐伫新人主道内，大家着莫甲看，伊会歹势。经过五啊千号讲，伊捡阿兰啊进出了后，只听到咻咻过一声后，然后咧弄着东门声落落来。后来咧，伊就食一碗肉丸配贡丸汤，伊就行路转去厝咯。对着听众朋友的关心，我情何十分的感谢，感谢各位对伊的关心，也感谢大家今仔日会当来参加伊的后生婚礼。若是讲到伊叫阿兰啊争的代志，大家就笑笑，伊当作无发生吧，哈哈。以上是咱小路电台本部独家所提供。